天也会打雷吗？殿下，可千万别劈叉了。太子殿下，今天非得扒下你这皮！咦，谁的马车？给我让开！听见没有？叫你让开！怎么了？不是到京城了吗？有狗挡道，纵马行凶，草菅人命，你们还是人吗？臭丫头，你骂谁呢？就凭你一个女人也敢出头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谁？怎么是你吗？太子殿下，你怎么会这个妖精？我生前都是人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你闭嘴！你不是想变强吗？多看一看就变了。你不要乘人之危啊！是谁先动的手啊？害得我也落到这般境地。你闭嘴吧！出去吧。我喘不上气来。就是被吓得失去理智了，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自己不清楚吧？都这样，还逞凶斗狠。